来，第一口粉丝先吃。 那我就帮你们吃啊！这蔬菜还蛮新鲜的，肉也很厚，肉片超好吃的。这是鸡排。鸡排都不用钱了，都这么大块。这个是什么口味？是打抛猪肉。哎，有再加那个是蔬菜是什么？绿色的。这个是九层塔。你这个肉片太扯了，这是什么肉？那个是我们的招牌猪里脊肉。哦，太大片了。这是猪里脊，这是鸡腿肉。 这跟排骨便当大小差不多了。对，我们就是把它对剪放一份。那一份是卖多少？30。30？对。我没听错哦。 它占两个也才60块。对啊。这料很敢放，卡拉鸡，好大片。